然后听到就是李多惠夸奖我的时候，我整个心花开，我快要飞起来，所以我就很期待他的到来。然后我准备要招待他吃一些麻辣锅，然后我就看到全世界都进去了，我们就是还有一区人在外面，然后就听到那个音乐放下去，然后全场大尖叫的时候，瞬间想落泪。觉得很兴奋哎，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很哈韩，然后也很喜欢看韩国啦啦队，包括像是 BLACKPINK 的演唱会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韩国团体的舞蹈，所以就是关注他那么久，知道可以一起当同事，就觉得特别开心。那李多惠有说他其实有第一个注意到你的得了电台是你，然后也说你是就是他们韩国欧巴会喜欢的类型，看这个事情。我也喜欢韩国欧巴。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非常爱吃韩食，然后也非常爱去韩国玩，然后听到就是李多惠夸奖我的时候，我整个心花开，我快要飞起来，所以我就很期待他的到来，然后我准备要招待他吃一些麻辣锅或是一些就是我们的夜市小吃这样子。到到主他有说就是特别注意，可以分享一下吃前景的吗？那我先回答 BLACKPINK 这个，就是我去看 BLACKPINK 演唱会，然后是透过朋友买票的，然后就有朋友的那个管道，买票的管道就是最后好像是卖假票这样子，所以我就跟着那个女孩们一起去排队，然后因为大家那个都各自买票嘛，然后我们就买好票，然后就在那边等，然后我就看到全世界都进去了，我们就是还有一区人在外面，然后就听到那个音乐放下去，然后全场大尖叫的时候，瞬间想落泪。三四点，前天，我看到那群人会是你，就是在外面徘徊的。花了多少钱？5800，然后听说受骗的人也都是花5800。对，真的蛮多人受骗的耶。其实那个时候没有进场的时候，场外很多人。那你这一趟应该不止损失5800吧？因为还有坐高铁。对，还有一些精神的疲累，还有一些幼小心灵受伤的部分。